没有嘞，无所谓。最重要的，今天晚上是我很难得的这个机会，在这边我一定好好珍惜，然后珍惜这一刻，跟大家一起的这一刻。哎呦，就在搞背很多次啊，每一次上台都两次啊。啊，懂了，来，这个舞台交给你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加油。Thank you.